你急啥呀？少说两句。兄弟，这妇道人家他不会说个话。军座呀，现在就在我们家院里办公呢。我们家院里已经改成军部了，这咱都是自己人，是不是？行个方便，这叫进去走。急啥方便？老子是按规矩办事的人。 进去吧，您知道哪间房间了吗？哎，都知道，来过好几趟了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嗯。哎呦，都能下地走了。哎呦，行行行，好，好，好，这部队的医院就是好。 孩子，再走两步。以后你们别来了。这孩子，你咋说话呢？你咋能不来呀？你看看你姨娘又给你炖的乌鸡汤，来给他打开，叫他干。你看看你，是不是一个当兵的，你都要点头哈腰的，见谁你都是这样。你看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跟你爹说话呢？你闭嘴。 笑儿，爹跟你说啊，你以为我那是跟他们点头哈腰啊？我是给自己的命点头哈腰呢，我给他们赔笑脸呐，给他们行贿赂啊，那可不是心疼他们，爹是心疼我自己呢。凭啥呀？凭啥呀？俺要改变。 得了，知晓，命，谁能改变自个儿的命呢？啥命没命的呀？不行，俺就是要改变。这啥？都是命的，谁怕谁呀？ 这是大鱼村吧？这怎么全是敌人啊？咱是不是绕来绕去走错了呀？是这儿啊，这不石碑上写着大鱼村吗？这不是那块石碑吗？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全是敌人啊？咱们的家属队呢？刚刚我在沟底的时候，可听见这边有枪响，咱的家属队会不会让敌人给？ 啊！你要说全都完了呀？不，不可能！咋办啊？别让他哭呀！咋办啊？别慌，咱走吧。往哪跑啊？那不等于找死吗？别让他哭呀！娃饿了。哎哎哎，干啥呢？你等会儿。 乖乖，说去喝顿下午的干子了。啊，老总，俺们是来走亲戚的，俺亲戚在大鱼村儿，这大鱼村儿咋没人了？全是你们老总。啊，走亲戚了？哎呀，外你们来的不是时候，这个地方呀被国军征用了，老百姓都迁走了，你们呀从那儿来赶紧回哪儿去，知道吧？赶紧走。哎。 你两个哪个村的了？要不，捎上你们一程。啊好。哦，俺们是下公镇的。啊，算你们作用，算你们作用。我们今天去冯村，路过桑树镇，你们到桑树镇下车，离下公就很近了，可给你们送了大轿里了。走吧，上车吧。谢谢老总啊，我们这样就不用摸黑走夜路了。哎呀，客气甚了，赶快上车吧，啊。 这车上可一车的敌人啊！那也得上啊，快走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上去不是找死吗？啊！
还不赖你，怪我什么呀？来来，快点上啊！就来就来，俺扶俺婆娘先上。这么天黑，咱们赶紧转移，快快快，来收拾收拾东西。梅子，能不要就不要，梅子尽量轻装。梅子。丹丹姐，走，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？哎，快！你是冰姑的行物。嗯。那就赶紧去照顾好冰姑。是。快点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找丹丹姐了。快，出发。嗯。梅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找你半天呢。这咋了？肚子疼啊？是不是要生了？不是，徐生都说了，还早着呢。那是咋回事啊？我去找医生。哎，别去找。我知道我这是紧张的，一紧张肚子就疼。你别紧张啊，梅子。梅子，别紧张啊，我在呢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啊。你的肚子就是我的肚子，反正我也没怀上，以后我保护你啊。别难过呀，妹子，你看你怀的双胞胎，你应该高兴啊。谁又说怀的双胞胎了？我说的呀，一定是个双胞胎，我说是的，一定是。李亮怀，头一次坐汽车吧？啥滋味了？哎，说你了，什么感觉了？蹲的屁股疼。屁股疼？你两块腿夹紧了吧？小心把单子给蹲下来。哎，小媳妇儿，挖苦了。喂奶呀！啊！挖苦了，喂奶。哎，你看你两环，真的当爹娘了，挖苦的嗓子都哑了。喂奶呀！妈娘，喂奶啊！妈妈，喂奶啊！哎，喂上了，喂上了。去问问。哎，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哎，老乡，怎么回事？外面有追兵！外面追兵来了！大妈，追兵来了！大妈，你给我找找啊！老乡，我是好人，你们这跑什么呢？后面有追兵跑命的。有追兵？哎，追兵！哎，冰姑同志，冰姑同志，人呢？冰姑同志。
没跟你们在一起。他和刘雪明扶着郭晓峰呢，人太多了，不见了，走散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别着急，跟着老百姓走，他们应该也是跟他们一块走了。来，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。哎，往下走，慢点啊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你家娃多大了？刚几天。刚几天？没有，刚满月几天。你记不住你胡说啥呢？啊，对对，那个是刚满月几天。我说了嘛，刚几天就爆出来了。老总啊，俺想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俺家亲戚咋就都不住在大玉村了呀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大玉村被国军征用了，老百姓都迁走了。老总，那你们进大鱼村的时候就没碰见啥人啊？哎，我们是刚天黑之前刚刚运送军用物资到的这儿。哎，不过呀，我听先到的人说呀，他们遇到了一对女共军，哎呀，一帮子妇女，哎呀，还有几个挺着大肚了。那后来呢？有意思吧？哈哈，这事儿呀，跟谁说谁都觉得有意思。哎呀，闻所未闻呀！你想想，一大帮妇女，哎呀，还有几个挺着大肚，哎呀，你说这共军是真有劲儿了，是吧？一边打仗，一边还让这些婆姨们挺着大肚。那后来咋样了呀？哎，你看，别着急嘛，着急上了。他们是孕妇，应该跑不出去吧？跑？哪用跑了？慢慢走。啊？都抓起来了？哎呀，抓他们干什了？一帮子妇女又没有受到战斗了，抓他们干什了？放他们走了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哎，他们不都是共军吗？你看看，你说不可能，我又说不可能，可是这不可能的事儿，他就可能了。知道吧？哎，告诉你啊，这是我在大玉村舞团的一个把兄弟告我的，这还能有假？记得前面那段路不是太好走啊，你跟那师傅说一声，让他慢点开啊。啊！哎，告告前面的司机，往前开的时候慢一点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是。哎，玉米？啊，是新玉米。这新玉米？啊，是挺不错的，老总。要不然您跟兄弟们都分了吧。那个生玉米你让我们扯，这种扯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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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家这娃真能扯了啊，一边刚垫个底儿，又一边。哎，你看上了，哎，你看上了，你看上了看，啊，想俺娘了，你想吃你娘的奶了吧是？醒醒醒醒！大曼姐，冰谷首长，他真的不在了。别慌，家属队长他们应该在一起吧。
老汉，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你别怕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解放军？哎，对。哦，久仰久仰。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，是咱穷苦老百姓的军队。对。那感情好，那感情好啊。老乡啊，我是想跟你问问，这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好多人呢，今天怎么就这么少人了？我们这不是跑兵荒吗？昨天呼啦啦开来好多的当兵的，说是要把我们的村子给炸了，我们就跑啊，活命要紧。可到了后半夜，听说这又不炸了，哎，我们这不是慢慢的都往回走吗？那怎么就这么少人啊？昨天很多人啊。这十里八村的一拥上来人就多了，现在人们散开走了，现在人就少了，啊。哎，那散了啊！哎，老乡，老乡，你们这是哪个村儿？我们是西凤村的，西凤村的啊！哎，老乡，老乡，大曼姐，你也不叫住他，那冰姑首长得了，冰姑冰姑的，就你知道冰姑重要啊？林霄同志，啊，这样，咱们俩人兵分两路，你去跟着这些老乡走，跟他们进村。我估计冰姑同志和家属队可能都分散在各个村里头。你到了西凤村以后，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集合在西凤村。我现在去找大部队，等找着大部队，我会带人到西凤村跟你们会合，好吧？嗯，我明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，大曼姐。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们甩了吧？甩了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要不是因为我跟汪司令员那儿有任务，早甩你们十回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快走吧，都走远了，快点。啊啊！哎呀，那个别背了，扔了，扔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嗯。西凤村别忘了啊！哎，走吧。嗯，那我走不是啊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去求求张军长，要回咱儿子吧。你不让儿子在那儿治腿了？你看他都弄成啥样子了？那俩眼睛，手里还拿着枪。跟着菩萨行善，跟着恶鬼吃人呢、啊。再这样下去，就连你这个当爹的也敢杀？不会的，咱家小儿心善，心善，心善是心善、嗯，那也是你把他的腿砸断的。他拖着条断腿，他再心善。那也会变成铁石心肠。当家的，你咋这么命苦呀？咱们的闺女没了，你和大太太的儿子又成了这样。你上辈子是做啥孽哟？哎呦，遭这样的报应！遭报应就遭报应吧。
老天爷啊，要是我做啥孽了，就让我自己遭报应，可千万别连累我儿子。老天爷，嘿嘿，求求你了。唉，从今往后，咱小百姓的命，唉，经不起折腾呀。这叫啥命啊？这叫……我真的承受不住了呀！好，进来。军座，昨天晚上的事儿，龙军长上报给江司令了，说我军三团一部分故意放走了一支共军家属队。江司令那边什么反应啊？现在还没有反应，说是要调查。军座，卑职这么早来，是想劝您趁早给江司令打个电话，争取主动。这个龙世英一直跟军座耿耿于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事我办。黑司令到了吗？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回来以后让他马上来见我。是。上入阵了，坐，咱们走。在哪儿捡的这个？就在咱们那个西墙门外边啊。男孩女孩啊？哎呀，老爷，你看，带瓣儿的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不知道谁家的父母亲这么狠心，把这么好个娃就给扔了。中央。
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？啥部队的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？你怎么那么像逃兵？你怎么？哎，这是我票。不，别动！老实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自己人。跟我们走。你别拿枪指着我。走，快走。走啊！猛虎营的郑强从野战医院跑了。什么？这不，这是医院送来他留下的信。他也知道自己擅自离队，可人家倒好，还说是等他回来愿意接受一切处分。明知故犯。我派出去的营救小分队没有他，他自己就跑了。他身上还带着伤呢，这小子。那你的意思呢？通知下去，小分队所有带着电台的，告诉他们，郑强追过去了，让他们注意关照。是。你赶紧把枪还给我，要不然你们可有麻烦。报告团长，抓到一个逃兵。你是头啊？怎么，掉队了？我五纵的，你们这是哪个部队啊？蒙我，五纵根本不在这一带。我蒙你干什么呀？我是猛虎营营长。猛虎营营长是郑强，蒙我，压下去，别走！哎，你别走！哎，我叫陈大曼，郑强是我的副营长。带走，走。又跟丢了，都怪这个龙世英，搞什么并村居住，老百姓被轰得到处乱跑，一整夜就看着满山遍野的老百姓。这天一亮，我们跟着女共军，全不见个踪影。这个龙世英啊，简直成了老子的克星，要尽快找到，想办法找到，还能不能找到？军座，下宫镇有个戏班子，那个唱戏的可能知道线索。好啊，那去找他去。可是，这个戏班子是狗团长包下的。我，狗富贵，这个酒囊饭袋，肥得像头猪一样。他要敢给我阻拦，你就可以先斩后奏。你要知道，这里边重大的意义。只要我们找到那个女共党的要员，顺着她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党的中央。卑职明白。在这非常的时期，你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的手段，我授权你这个权利。是。纸，兰花纸，莫随带我，听我的，你好好学行不行啊？哎，一个拳，一个掌，这样，哎，摆好。哎呀，您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划拳了吗？喝酒，放松，放松，行不行？放松，放松，随带我动。哎呀，烦啊你！讨厌你，再带我东镇西扎。哎呀，你烦！哎呀，秋翠儿啊，你可真香呀！外边有人呢。怕什么？那是我带来的饼，开门了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不行！哎呦，不行！哎，外边有人。哎。
输得起，你该上来了。团座，我听说您在学习，过来看看。你给我的啊，来的正是时候啊，不错，我是个票友，我是在学习，咋的了？行吧。你死了，没子弹。你已经死了。孩子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你不杀别人，别人就杀你，来不得半点仁慈。你下地了，可以走了，下面我们该有事做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帮我跟踪一个人。跟踪？俺这腿，要的就是你这个腿。你这腿不断，还没法跟呢。算了。为什么？俺还要留在家照顾俺娘呢。你怎么像个娘们儿？你娘该你爹照顾，不是你照顾。你这婆婆妈妈的性格，什么时候能成个汉子，像个爷们儿啊？翠姐，这位先生说找您。忘了，那天晚上管你借马车的那个。啊，出去看着点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坐。嗯。我听说你被他们毙了，后来还是郭小凤亲自去打听的，说有人救了你。哎，我去过大余村了，那儿已经搭满了国军的帐篷。那大曼他们跑了。跑了？嗯。朝哪个方向跑了？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去找吗？我想了。从大余村出来，也就周边的几个村子，丁武村、王陵村、上村、下村。让开！让开！快，快走！让开！让开！郑强，舒连长，举手。那只伤了，根本就举不起来，拜你所赐。哎！你们假活行不行啊？啊！他死了。死不了，那赶快送医院吧。借你的大车用用。干嘛呀？帮我把他送到上书镇医院去。下宫不是有你们的野战医院吗？能让狗团长知道吗？哎，我都给忘了。谁也不能告诉。好。
咋来了？你有事情要告诉我。你看见郑强了，肯定想告诉我。你咋知道啊？俺可是刚看到他。你要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嗯？这么神奇啊？没什么神奇的，你也能办得到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快有事情做了，我没想到这么快。你过来。